我曾遇见过一个人，再来十斤白。客官真会说话，您看我这老皮老脸的，二位客官慢用。有什么事要喝口茶？侍卫知己者死，兴许与这次的事有所关联。是什么？ 客官要去哪里？这竹林内杀气好重，有埋伏。嘿，青天可真是……啊，毒娘子，这可惹不起啊！快快走吧！这里若是让人过去了，哼，你们知道有什么后果？是。 交给你了，我去拿下水仙。 少侠，请留步。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我想救命啊！快拦住他！屋顶狭小，不如去院中。千古怒，使傀儡冲向。 居然为了一张猎人满门，孟家与你毛头冤无仇，为何下此狠手？别得意的太早，群妖不会放过你的。 这里就是你的葬。 看来往上走就是后山了。是谁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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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神思。星雨飞花，在临岸三次后，可打出三段伤害，越到后面伤害越高。谁？出来！施主请留步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阿弥陀佛。
西，难解我孟家冤魂。谁？真可怜，你的命。奴仆杀我门人，今日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我好怕啊。替你好好保管的，这又何必？什么人？蔷薇剑，你是燕南飞？正是在下。死也不交出图谱吗？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在下燕南飞，燕子的燕，不是孤雁的雁。明月照何处？天涯微。你且听好，天上白玉京，十二楼五城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